巴巴拉拉巴哎，你拉。们那东北人，哎，大家这东北人很好。我不要不要再比了，爱情是比不出哎，高下的。约火锅你们约那不约？我找了一家超好吃的什么火时候？锅。我就不吃了，我不是很喜欢吃火锅。哇，兄弟，那里的火因为锅太冷了，美味又贵，美味又贵，关键就点。是，你听我说，他不是就是饭菜去刷一下拿起来那种，你不需要拿任何配料，就他妈老好吃了。他不汤要就很好吃蘸呗，料的吗？不用蘸料。这么神就是奇你的可吗？以蘸，但他的意思是不蘸也好吃，你要是想蘸也不可以蘸蘸。超好吃，真的，我今天晚上还想去。真牛逼！但是晚上我没有时间，对不起。咋的啦？他妈，老子约你吃个饭，不给面子是吧？你格局不够上啊！班呢、啊，他今晚上班啊，哥。你再努力，你关系没打好有用吗？听到没有，老姜？啊，中国是人情社会，听过这个没有？讲人情的，人情味要重一点。不是，我听们到没？两听个到没还有？搞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嘛？你怎么不知道我脸上有你血要套腥？近意思乎，是我们关系不够好吗？不要套近乎，禁止套近乎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脸上笑嘻嘻，心里心早就里，膈应你了呢？那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跟你吃个屁的饭呢？你牛所逼以要啊！去试探一下。你牛逼啊！你都看我不爽了，我跟你吃啥饭？你牛逼！他只是说，你怎么知道？对呀，那我就是确定他不是这样嘛。你凭什么确定？哎，你这个逼，你是从中作梗是吧？是不是从中作梗？说好了没有？说来好了，呗，搞图事情图啊！图图晚上要跟你去吃火锅。我就想，你都播这么久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对吧？这么冷的天，对吧？吃一个吧，热腾腾的火反正锅，波也是那逼多样。舒心啊！哎，这话就伤感情了。好话歹话都说完了，酒吧可以进来用一下。好话歹话全给你，全给你说完了。来来来，咱们7.62。这没有，谁中了些，吧？我拿了 AK，我拿了十五发，十五发地上，十五发地上，十五发地上。然后给你个枪头，AK。我不要。那要不要？对的，有人请吃饭还不乐意去，真的是。但是不我跟你是，说，主要是我真的跟他们说好了，我今天晚上要播晚一点。你们老是事情撞事情，没那说这今边天不呢，先说好的吗？我没说今那天就呢。浪费个以死相逼嘛，这样粉丝也会，对吧？啊，没说今天，那我们改天约个时间去吃，好吧？哦，那今天不是那今肯定天的，就好，今天我头特别疼，我摄像头都没开，没不想说过出去。今天。那你行，那早说呀！我以为你你说早今说天呀！呢。我今天呢，我寻思把老姜霍霍过去。明天晚上怎么样？你霍霍我干明天啥？晚上不快？可以。几点吃到几点？开明天晚玩上。笑，我真的跟你吃火锅跨年，老子他妈不用直播了，杀掉！对呀，所以我也在想啊，要跨年我。跨啥呀？所那以叫我才蹦确认一年，下几点到几点。那叫蹦年。你是说我腿短了？你本来就腿短。我就喜欢小短腿。哼，嘿嘿嘿，说的好像你有的选一样，弟弟。那我就是因为没得选，所以我打算热爱它。你们呀，还要煮马哥？马哥吃屎的呀！你们煮，不等于煮屎吗？哇哇哇哇哇！给我下！马哥的大肠刺身，你那瓶子姐姐的摩天轮，大肠刺身能吃吗？那东西有细菌的吧？我之前看别人的什么吃播，挑战什么大肠刺身，那东西有细菌的吧？
哎，真有这东西啊？不可能吧！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韩国女主播吃播，她吃的全是生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生鱼，这真的是一个鱼，他们眼珠子抠出来是生的，然后生牛肉，然后生的那种海里的生物，你知道吗？生牛肉是可以吃的呀，生牛肉本来就可以吃的。不是，他不光吃这个，他还吃别的生的那种东西，就正常人不会吃的。鸡鸭猪不要吃生的就好了，还有羊，牛肉吃生很正常。他还有很多我不知名的那种海生物，我说不出口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咋说。那全是生的，那本来就是吃可以吃生的，你没吃过刺身吗？它不会有寄生虫啊。三文鱼不会有啊，然后其他那种海类生物不会有啊。那种长条条的，长条条的那种，有个壳，然后里面是个长一块长条条块肉，那个白色的那个，你们那个也可以生吃的。一个类型的长条条，我记得那个是那个要放盐，然后在海边抓的，叫什么来着？忘记了。那是啥？啊？就是放盐在海，就海岸边，然后放盐在那个沙滩上，然后它就会钻出来。象拔蚌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吃不了生鱼片，我都不想，我都不爱吃，我都不吃。极限。那些生的，我鸡皮疙瘩全出来了。我是一直不喜欢吃生的，令北喜欢吃。我也是，我不喜欢吃生的。令北贼喜欢吃生鱼片。小肚肚受不了。撑你。好吧，嘴巴开爽一下。今天晚上还是想要吃那个火锅，完了我去带阿明跟豪过去吃。老大妈。昨天不吃过了吗？那我告诉你，真的老他妈好吃了。你是怎么找到那家的呀？是别人推荐，就是那种很巷子的那种，然后里面都也要排队的，就很深啊。叫跨龙宫，我操，听这个名字感觉是不是有霸气？要死了，跨龙宫。跨龙宫。要排队吗？是那个。昨天晚上要，今天不知道。我现在对时间没什么概念，我对什么月份都没什么概念，但什么节日没什么概念。我现在只知道今天星期几，明天星期几，明天星期几，看观众看直播的人流量多不多，然后今天流量就哪一天会特别的少，然后哪个时间点多，哪个时间点少，哪个时间点爆发，哪个时间点不爆发，我只关心这点。讲真的，你告诉我几日之后，我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每周三，我本来要停一天的，但是没办法，每天最低要播5小时，然后只有下午的时候可以出去发发神经，看看电影，逛逛街什么之类的，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。其他时间每天早上8点、下午4点都会播。我现在也没有什么过日子的概念了，真的没什么那种。过去就是什么节日概念真的没有。你说跨年对于我来说有啥区别？不也一天又一天？跨年不就是证明自己又老了一岁，离死亡又近了一步？哎呦，谢谢小西西，谢谢小西西送出了好多个幸福券。瞄准镜，瞄准。啊！风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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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雨。每天都自己数钱，那是银行干的事情。我两把枪就这一个，我两把枪。你见过现在谁要自己数钱的？要不还给我？谢谢小西西，小西西，10000多张幸福券，爱你哦。还有小，谢谢小西西的幸福摩天轮，要不要上个房管？我操！我那天看视频，银行真的赚钱呐。你在说废话吗？你不是废话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感谢西西送的摩天轮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西西的摩天轮啊！比心，兄弟，你要讲这个保险赚钱吧？保险不好。哎，我们虽然知道银行赚钱，但是他仔细讲了一下，你知道银行咋赚钱吗？
他就靠利息这个10000块钱能倒出3000呢。就这些细化的模具，你10000块钱放在他那儿，他瞬间就能给你倒出3000来。好牛逼、哦！他能倒6次，你知道不？为啥？嗯。就比如说你买房，你每个月还房贷，比如说10000，对吧？嗯。还给他，然后那个他这10000块钱拿到手上。人家那个开公司开工厂的要问他贷款吧，把这10000块钱出去了，人家然后公司拿到这10000块钱，就我们就算这10000块钱啊，拿了10000块钱给员工发工资，工资又发到银行卡里，这钱是不是又回来了？他可以一下子倒6次，你知道吗？这10000块，我操，哇，我好牛逼哦，就是这钱怎么样都是他的了。也不是说这钱怎么样都是他，但是这个法律规定是可以倒6次的。谢谢外交官小心，我操，火箭轮，谢谢您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得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有什么没了不没了？人家法律怎么规定的？有什么没了不没了？我说顺油没了。啊啊！啥玩意儿？我操！那我们可以先开个银行去啊。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查水表？他这个正常金融业的都知道啊！我靠！我有油，兄弟们。哎，加桶油，就被收过，就被收过，就被收过。那走吧，我们开银行去吧。走吧。你银行也不是谁都能开的呀。不有钱就能开吗？你有钱也不能开啊。嗯。那不开了。我这个草都漫过这车里。动物世界不能说我知道，好吧。你现在是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我们，你现在就是队友杀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还好还好。你以后老将，我教你怎么出人头地，出人头地啊！你把身边所有的主播朋友全搞死。哎，你宫崎骏看多了是吧？我就是这两天就剩你一个，哎，不拖你跑谁？那江哥，我他妈是狗吗？那江哥，不是，那江哥，如果借钱的那个人他忽然崩了，然后他还不上了怎么办呢？银行有准备金的呀，他倒了6次之后，这10000块钱就变成准备金了呀，他就不能倒了呀。倒、哦。倒了。全歼。啊，投了这个。投了。这呀这呀。小逼。等我打药。给我填点包。来来，吃。一个急救包没有。你看老江你最近那堆人这逼也没有，如果不是条件不允许你早就舔包了还收别人啥条，我哪次先舔包不救人，你这话说太伤我心了，蓝振飞哦。咋了，现在开始跟我玩攻心计了？我没有玩攻心计，我只是表达我心中所想。哎，没啥东西。那还有吧，那当然，这我杀的吧，白天那快破啥子啊，556子弹能给点吗？好，那保险怎么挣钱呢？这个能讲吗？我好想了解一下啊，保险怎么挣钱我还行内人跟你讲啊，这个就是图来商业机密，我有400斤，50发有点太少了吧？算了，都给你。我换 AK。第一个舔包的人啥也舔不到。来，子弹都给你。我不要了。哦，这边还有，那我就打。
哎，海豹，海豹，干啥？干啥？五五六，你捡完了吗？啊，图图给的，我捡了。哎，刚刚那包里还有很多的呀。很多枪，我这个房子有两个枪躲。有车吗？二楼一个，大家可以来捡。没看到。有是有。有是有，然后呢？一个够不够包没有？配了双。嗯，有车，有人开哦，好吧。原来是这个样子，各位懂得挺多的。那是啥样子的？啥样子？保险咋赚钱？就是你，比如。按十个人来算，你十个人买保险总不能都有问题吧，对吧？嗯嗯，你只要出一两个他都是赚的。飞哥，飞哥，哦，好了，这有什么好讲的？我可以再分你点五五六啊。我要我就24发备弹啊。我分你，可怜巴巴的贫穷。感谢，给了你128了，没有78，应该在海报那。我这里都是五六，高点这里有五六，后面有车来了，听到。打了枪头，停了，一个吗？听到，我近点停了，一个，打了枪头。那必死，兄弟！房子里，到点上，别让我抢。被图图捡到了。来得巧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不好意思各位啊。哦天哪，被图图捡到了。那头还是图图会捡呀，图图。怎么能是我捡？十一个急救包。自己本事。九包有点多，他11个急救包，我9瓶饮料，9瓶饮料有人要吗？赔钱了，赔钱了，来一点饮料。地上4瓶，这里，这个房子里，4瓶全给你了，别客气啊。我的空投来了。当你的空投眯着笑，哎，就有辆车。29。哎，今天晚上我还想吃火锅，真的。吃他妈的，吃两个。哎呦，又嘎嘎嘎嘎，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。不是你在那开车干嘛呀？我飞哥不是要车吗？快来玩呀！哎，空投，干嘛？我操，大菠萝耶！大菠萝，大菠萝耶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。你见过世面？啊，我才不稀罕大菠萝呢。你见过最牛逼的是啥？世面姐。最牛。世面姐。世面姐。你不是说你见过世面吗？那就叫你世面姐。可是你在村里。哎。村里也可以自己搞火锅。我们前两天自己在家里吃火锅了。喊你来你不来哦。谁啊？你喊他了？没有啊，喊了狗。喊了狗？那你不是喊了我吗？我啊，就两步路的事情，就两步路的事情。我晚上上班，我咋过来嘛？反正我喊了，你还来不来？哎，旁边有空投，又有空了。买保险一定有，买保险一定是有好处的吗？就看运气吧。
峰，你们今天要是不带我们的话，我去看一眼，我去看一眼。不吉利，我怎么看到？我只是看一眼，不是吉利。说不定就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了。干了这碗壮行酒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AWM Yes 是的，我来干嘛？我还把我一把装甲枪给这把你打过，上把我打过了，我上把也打过了。哦，那飞哥的意思就是给图图打，我明白了。八倍金，要不八倍金，八倍金，我还有子弹没拿回来，我干。听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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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，别叫我，别叫我，别叫我，打他！我再去一趟啊，你们加油！牛逼牛逼，你差点给我补了，太牛逼了，真的。那没办法，他躲你后面能咋的呢？我操，真老六啊！他是三星头吗？是的，他是。给你，你的战利品好吧？你的战利品，你的战利品。你干嘛、啊？你这是？大哥爹！太牛逼了吧！真的老六啊！完了完了！打过来，一枪一枪就把给打退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能打侧身是吧？啊，三杀了吧？什么？快点回来！我不跟你了，我得去。你刚才又回去干嘛？我子弹没捡完。牛逼！牛逼！牛逼啊！牛逼！来一趟，再来一趟。哦，我枪口被打歪了，可能受到了猛烈的输出。没看到人，这他妈着火，着火了，我啥也看不见呢。我想一下，如果我手断了做不了游戏主播，我能做星秀 BB 主播。那如果喉咙不行了，又一把，那我能去做当苦力去。如果主播做不好，我就当教练。现在有没有人救救我呢？没有，应该有。我尽量。哎呦，我他妈怎么子弹没捡嘛？看不到人在哪？先告诉我人在哪，危险的人在哪？就在我前面，封烟那里吗？对，我看到他了，一穿头，牛逼！死了，老家，应该回来了。还有一个，总共两个。那你近点，你走。这不是打我的吗？那老远了，那点。那我咋走嘛？不都空的吗？眼睛闭起来走，只能用这招，兄弟。小梦，那个大帐门口有两。有个空投，有两车在那。哎，我跑了，帮我加一手，大傻逼，我跑了。来。看不到人。哎呦，看不到，等他打你再说吧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空脚跑了飞快。空脚跑了飞快。谁在打我？看到了，围墙。他走不掉。兄弟，你绝望吧，你走不掉了。都不知道我干嘛啊！这逼，那就完事儿了。来，摩托车走。我加不到枪。怎么倒了一个？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呀？这个后面是有人的呀！你们帮我们看一下，别让飞哥又倒了。一个八倍，我再看。来，这被打的不习惯，不是很准。来，我有八倍，没有了。我帮你运过去，来。兄弟们看不到。人 AWM 啊，有八倍了吗？我没了。别人的 AWM， 哎，你真的是。知道他给我六倍。我就知道他想偷梁换柱。被你发现了，那必须的。我们刚才山坡有一个，
然后前面放，前面泼一堆，没了。我要开始疯狂浪费我的一大份子弹。那个没空。人不多了，兄弟，使劲挥霍吧。正确。我只要这个枪还在响，他就很慌，好吧？哎呀！那边颇有，他不知道到哪到近点了吗？没有，没有没有，他在被迫，他一直在被迫。我的鼠标电机着火了。啊？因为我的那个手腕流，我甩枪甩的太多，然后摩擦力直接起火。掉头。太屌了！怎么这么屌呢？兄弟，那你这样跟我游泳有的一拼啊！我游泳的时候，我后面的水都烧开了。我操！为啥？我速度快呀、啊，牛逼！那你对着那个被别人打死了？没有没有，石头那还有。打倒一个，打倒一个。石头下去了，他被打了呀。他被打倒一个了。没枪，把人都补了。我都不打头，我就专打身。嗯，牛逼。倒一个了，那个 AW， 不，那个没空。啊，就一个了。我子弹还没打完呢，赶紧打，进去呗。啊！啊！躲上杀了一个！啊！啊！激喽！舒服，舒服。第二把鸡。舒服。谢谢外交官西西的丘比特之剑，谢谢小西。